爹爹，爹爹。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我们都挺好的。你看，人家都长这么高了。爹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从小到大，爹没骂过你，更没打过你。有时候连话都不敢大声对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爹爹疼我。你还记得当时在家里我经常跟你说的曹家祖训吗？以本母为范，贤良淑德，谨守廉洁，你忘了吗？爹怎么忽然说起这些？爹他听过了，你是关爱就入了监妻，是不是离开不了这里的？那曹氏的祖训你还能坚持吗？我明白了，爹爹，你是担心我待在这个地方，我的名声会受损。您放心，只要我不出这个门，外面的人就算说的再难听，我也听不到。女儿原本还惦记着爹娘，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看看你们。如今既然爹娘都已经回来了，能时不时的进来看看女儿，女儿就已经心满意足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娘娘，你自己来吧。往脸上划两刀，你放心，很快不会疼的。你放心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爱你，还是像以前那么照顾你。爹，你这是让我毁容？只有毁了容，才可以保全你的名分和清白。王娘，过几年我生过了，爹一定想办法把你赎出来，咱们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，一起好好的团聚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啊！快来！让我好好想想。